好了，上面就是立的了啊。都是这个，我怎么觉得底下没有很多证据？都是渣，什么没有渣？我说没有很多。差不多都是渣，这对于室外都是渣，你不能跟室内的比。室内的5到5.10A 都是渣，室外的就是。看，反正上面看好了，看好了点再起，起完了。你没有什么招的呀，看不久。你看，哪有差的？起得来呢？你怎么能往高处抓呢？不是啊，这站得对呀、啊，这不就很容易了吗？我就说你老不上脚，你怎么能抓呢？要把脚上去才能抓呢。不用害怕，都是好点，没有让你太难的。他们心这是凉的。没事，这个东西，冰个是冰的都可以爬。确定好，抓好了。你的手臂不在你的右边啊。难度抓得更简单。
呢，你慢慢取就行了。还是够不到了，够不到了。OK， 没关系，再往上点。上大谱吧，上面还有一个可立谱吧。对啊。OK。还有，再还有一个事。OK。不着急，慢慢来啊。你要那什么了啊？你要爬的容易了是不是？你又爬的容易了，又开始练那个了。最上面你可以从右边走，右边，对，从 right side 可能有些小栅栏就会上去了，左边好像不好走，左边没有抓的地方。两个检查一下，两个都 clip 好了啊。做好了。OK， 等一下啊。等一下。啊，到下面去。